陈建奇，我是陈珊妮，我们是十九。十九的曲风呢，就是以清新，然后青春，然后无杂质，然后我们两个的组合。你要先讲一下十九的音乐是吗？成型的。哦，十九的音乐成型是因为我做了很多的剧场跟广告的配乐，那些短短的音乐，那这些音乐呢到了珊妮的耳朵里面呢，就变成了可以发展成一首歌的一个有潜力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把这些音乐变成一个本来没有唱的没有歌词变成很厉害的东西。中肯。过程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就是珊妮说哎，这些歌好像还蛮有趣的，我没有人说，我就说哦好，就这样组成的，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我们两个会的东西刚好互补起来就会变得很强大，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人性格上呢充满了缺点，但是呢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很及时的把工作完成。那这个就是我们俩可以合作无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好像很不容易有争执，对不对？就是不容易有争执，然后也不太容易有什么抱怨，也没有什么来不及的事情，所以就是别人的事情都可以很顺利的，音乐都可以很快乐很顺利的做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真实。我大部分演出的，之前演到香港演出的经验都是做乐团的键盘手，所以呢，其实就是吃喝玩乐比较多的，因为主角不是我，所以我不用负太大的责任。这样看得出这个？不会啊，不会吧？因为我也是。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观众很热情，其实是比怎么讲，比预期中的要热烈很多的，所以这次也希望在十九。首次的公开的一个演出在香港也可以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然后我个人很少在香港做演出，如果是演出的话通常都是别人的演出嘉宾，然后也是在期待晚上宵夜要吃什么。所以我们是吃的，所以跟他对我不会从他身上找到一丝毫的罪恶感，因为我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之前在香港表演的确是比较少，所以这一次算是蛮难的，而且一个全新的组合，而且最特别的是这次十九就第一次的正式的演出就在香港，所以其实蛮期待这次演出，而且跟团员就是完全是跟我以往表演的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所以就期待在香港会有好的。因为大家对于十九歌还不熟悉，所以会听到一个是一个全新风格的音乐形态，然后全新的表演形态，然后我跟建奇的造型上也会不一样，跟以往很不一样，然后就总之希望大家来呼叫音乐节嘛，因为我很少真的很少去香港表演，所以希望喜欢我的人都赶快来看我，顺便看他。这次是我第一次正式的以一个半主唱的姿态在台上表演，那跟珊妮合作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珊妮也会唱，大家应该也期待很久，除了十九的歌之外，也有她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一些经典的歌曲。然后还有，其实整个来讲两天的表演，还有台湾国际代表优秀的音乐，所以期待大家一起来看。对，因为我们是最优秀的。我是陈建奇，我是陈珊妮，我们是十九在呼叫音乐节。